露露，你们讲。很少面对镜头，还要笑得自然，难得全家都在一起，珍惜这一刻的幸福。因为我们没有机会去拍照啊，就来到这里才有的拍一家的这种，很珍惜。很难得。什么？很难得可以拍到全家福，因为平时我爸爸都不爱拍照了，难得今天还会拍啊。我女儿是自闭儿的，她不爱拍照的，我跟她从来没有有过两个人的照片的。这个第一次啊，这是第一次，是很有意义咯，至少她肯陪我一起来拍。马六甲分会举办新春活动，照顾户是贵宾，不只是拍摄全家福，还有美发师打理门面。今年还为长者设置欢乐区，请他们把想说的话全都画出来。老公喜顺，慈济有帮我们很多啊，所以我很感谢这个慈济，感谢施志工和师姐他们。新上任的马六甲首长特地来观摩，印象深刻。Sebenarnya sambutan 30 tahun, ulang tahun Budi Suci, saya mengucapkan syabas dan tahniah. Semoga Budi Suci Negeri Melaka akan terus maju. 马六甲慈济人在地耕耘30年，彼此早就像是一家人。过年一定要回静思堂团圆，感受热闹的氛围，也要把满满的祝福带回家。大爱新闻吕佳佳、黄秀锦、黄福源，马来西亚报道。